显示，单单在行管令 1.0 和 2.0 期间，倒闭的发廊和餐馆目前就有30%和18%。While we were serving the food, we discovered that many other owners have actually raised their flag and they came forward to request food from us. 我们要做工，我们要经济好起来。我们没有钱了 ，we got no more money to spend anymore. Okay, please.Everyone is dying. Kita mahu memacu keluarga Malaysia ke arah negara maju dan berpendapatan tinggi. Namun, pencapaian ini tidak bermakna jika masih ada yang terpinggir daripada arus pembangunan. Sedangkan ini saat-saat yang akhir, walaupun PKP, walaupun SOP yang ketat, kita masih lagi berniaga dengan keadaan tengoklah dengan pagar macam ni. Tapi kerajaan buat kita macam ni, tak kesian kepada kita ni semua.首相拿督斯里伊苏麦沙比里宣布，从明天10月11号开始，全国同步开放跨州。We see that even with reinfection, the vaccines are proving to be effective. 随着更多的经济领域获准开放，我国经济呢是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预计到明年2022年将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东部加路指出，来临财案着重复苏、加强经济韧性以及促进改革。数据显示，单单在行管令 1.0 和 2.0 期间，倒闭的发廊和餐馆目前就有30%和18%。While we were serving the food, we discovered that many other owners have actually raised their flag and they came forward to request food from us. 我们要做工，我们要经济好起来。我们没有钱了 ，we got no more money to spend anymore. Okay, please.Everyone is dying. Kita mahu memacu keluarga Malaysia ke arah negara maju dan berpendapatan tinggi. Namun, pencapaian ini tidak bermakna jika masih ada yang terpinggir daripada arus pembangunan. Sedangkan ini saat-saat yang akhir, walaupun PKP, walaupun SOP yang ketat, kita masih lagi berniaga dengan keadaan tengoklah dengan pagar macam ni. Tapi kerajaan buat kita macam ni, tak kesian kepada kita ni semua.首相拿督斯里伊苏麦沙比里宣布，从明天10月11号开始，全国同步开放跨州。We see that even with reinfection, the vaccines are proving to be effective. 随着更多的经济领域获准开放，我国经济呢是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预计到明年2022年将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东部加路指出，来临财案着重复苏、加强经济韧性以及促进改革。
数据显示，单单在行管令 1.0 和 2.0 期间，倒闭的发廊和餐馆目前就有30%和18%。While we were serving the food, we discovered that many are...Hello， 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挥枪，真的好可爱。他说我骑这么多过来了，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过来啊，真的。Ian 是第一个打卡的耶。Hello， 你好，子渊。Hello，Eddie，Hi， 美洋 ，Yoko，Eileen。Hello， 欢迎大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Elvin，Hi。Hello， 你好 ，OK。我觉得美洋超可爱的，他就说那个第一的，你分享了没有？好可爱，是的。好，我们现在呢，大概还有2分30秒呢，就会进入到直播。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严肃一些些，但是我们都觉得它非常的重要。是，没错，因为。应该怎么说，尤其是其中这个所谓的性骚扰法案呢，我们已经谈了非常多年，那现在终于看到有一些进展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有一些人会认为啦，现有的法律不够吗？他们觉得是足够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邀请律师来跟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好好的认识一下。我觉得我们也要来聊一聊性骚扰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其实应该怎么样去定义它？怎么样才算是构成这个性骚扰呢？那我们发现说，其实在过去呢，确实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禁忌。那很多的受害者反过来其实是有一点像是心里面可能收了很久的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但都没有办法说出口。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来好好聊这个话题，同时也告诉你说，关于这个即将在12月的国会结束前提成的性骚扰法案到底是啊，所以欢迎所有的朋友赶快把你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一些想法啊、问题啊，或者是你的立场，都可以先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先写一写，我们等下来可以好好来交流。Alvin 要说我们亲爱的青体部长到底说了什么呢？等一下第一则我们就来跟你说他到底讲了什么哈。哎，你有在关注吗 Alvin？ Alvin 应该是男生对不对？我其实有时候也很想要知道一下不同性别的朋友，就是你是男性或女性，你怎么看待性骚扰这件事情？是。那虽然常常我们聊到性骚扰，大家都会觉得受害者就女性啊，施暴者或者是性骚扰的犯罪者都是男性，可是各位不是这么一回事的。OK，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先跳脱性别这么样的一个框架，然后来看待性骚扰这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我也常常会听到身边的男性朋友分享他们被职场性骚扰的一些经验，这样子其实好恶劣哦。我觉得 OK， 我们都要来关注一下哈。Hello， 阿凯丽你好，嗨，所以欢迎大家把你对这起事件的想法，或者是你自己如果有经验，或者是你有什么求助的这个方法，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哈，非常重要。好的，我们现在倒数20秒呢，就要进入到节目的直播现场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两位嘉宾会来跟我们一起聊哦。所以欢迎大家先帮我们按赞留言，然后赶快分享出去，让一些可能就是有需要或者是针对这个议题可以了解更多的朋友来一起参与讨论吧。Yeah.
下午的六点钟，欢迎收听下班忙什么。你好，我是佩玲。你好，我是淑明。是的，今天呢，我们要在六点钟的这个话题的节目挑选的这个议题呢，其实如果你一直都有在收听下班忙什么，也知道我们其实蛮关注这个话题的一些周边或者是后续的发展，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是，没错。像是我们的这位网友啊 ，Bless you God， 他就在下面写坚决反对，不可原谅。哎，我赞成呢，我们是绝对不能去鼓励或者是让这件事情呢有发生的机会。我们讲的呢就是性骚扰这起事件哦，这个议题呢近期真的是在国内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起因呢就是有一名乌裔男演员以非常轻佻的口吻呢在节目上开玩笑又开关引号的开玩笑哦，宣称自己喜欢呢拍摄这些强奸的戏码。那这起事件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关注到了。那有人甚至就有谴责这名男演员哦，在网络也发起了这个 hashtag Rape joke is not funny， 就是强暴玩笑不好笑这个运动。所以后续呢也会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我们的奥运跳水女将潘德雷拉呢就声援了这起运动。没错，而且呢潘德雷拉后来说的这一番话当然呢也在坊间也引起了很多的议论哈。他就揭露说呢他曾经被跳水教练呢在言语上性骚扰。他说呢希望借由呢这一段他认为不太好的一个经历说出来告诉大家，以便提高呢公众的一个意识。而且呢他是支持说呢处于两难的一些受害者，不管呢是有为自己发声的受害者，或者是被迫只能够默默承受这一些没有办法呢发声保持沉默的一些受害者。那潘德雷拉他其实就有说，曾经他有一位教练呢非常喜欢开色情的玩笑，但是呢他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很害怕很怕他，所以一直呢都保持安静，甚至就是可能假笑这样子去回应这样的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状况。那他说呢有一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就出声骂反击这名教练，可是随后呢却遭到了这名教练的欺负。所以对于潘德雷拉的这一番话呢，真的是大家又哇又在一起讨论起来了，就想哇现在体坛这么可怕等等。其实这真的不是体坛第一次发出这样的新闻哦。那身为前轻体部长呢，也就是我们现任部长凯里呢，他在 Twitter 上面就回应了潘德雷拉，他就说感谢呢潘德雷拉挺身而出，他也不后悔当初他在这个就是有勇戒的这一个决定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有另外一位部长的一个言论呢也是遭受到大家的讨论或者是抨击，就是现任的青年体育部部长哈阿莫费沙呢，他对于潘德雷拉突然在社交媒体上面呢就发生了那么久远的这个性骚扰事件呢，他觉得为什么现在才来说呢？他认为啊，如果事情发生的话，应该要立即举报。哎，当然，他的这一番话呢，很多人就表示无法理解，而且就认为说，哎，你是一个部长，为什么你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你这样听起来，你说，哎，如果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应该要举报。其实这件事情如果可以举报的话，当然应该这么做。是，但当时候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呢？受到性骚扰的这些受害者，其实当下面对的是一些怎么样两难跟困扰的一个局面。其实我想，身为一名部长，是需要进一步去理解的。那这一番言论，就像我们说的，他就掀起了后来的轩然大波了哈。像是埔总区的国会议员戈宾欣呢，他其实也援引了这个议会常规第十二一条文，他就质问阿莫费沙，他说为什么你没有支持这一些对抗性骚扰事件的潘德雷拉，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女性的运动员。他就说呢，其实你知道吗，有一些提醒呢是没有实现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刑事问题的投诉，那刑事法律其实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哈。他也说呢，如果是有投诉，即便已经过了很久，其实呢都还是应该采取行动。因此呢，戈宾欣他就指责这一名部长阿莫费沙，他说你身为一名部长，其实呢你应该以身作则，挺身而出来支持这些运动员。我蛮赞成他所说的，即使过了很久，有一些投诉，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是要采取行动，因为错就是错了。对，没错。那我们的亲爱的青体部长呢，他今日在国会喊冤，他说哎，你们完全错怪了我的意思，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完全没有质疑潘德雷拉重新挑起这个性骚扰事件的动机。那他讲了他自己真正的意思啦，就是
会去了解详情，也会请有关当局呢采取调查工作。所以讲到了这里呢，大家就会发现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讨论的反性骚扰法案哦，我们真的是等到景象都长了 OK、因为原本计划在去年2020年3月的性骚扰法案呢，随着新盟政府的倒台呢就展延了。那这两年呢，我们也一直在想，哎，所以有进展了吗？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哦。没错，那我们现在看到说呢，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最新的宣布，就是说将会在这一次下议院的会议在12月结束之前呢，他们就会提成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性骚扰的法案。那妇女部的副部长呢西蒂塞拉就有说呢，其实现在确实也有一些法律呢是可以保护女性免受到一些性骚扰的，比如说像是刑事法典，还有1955年的雇佣法令等等。这件事情当然在过去几年也掀起了一些讨论啦。有些人就认为说现有的法律已经足够保护这些性骚扰的受害者，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提成多一个法案呢？不过当然也有些人的说法就是，如果真的已经足以保护这些受害者的话，那为什么过去我们的这些年性骚扰的受害者还是源源不绝呢？没错，所以待会呢我们就会邀请马来西亚性学会的副会长我们陈云娟，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长期在关注女性议题的李苏化律师呢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脸书或者 YouTube 直播底下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又或者是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0182106106。我觉得艾莉很坏耶，她说他应该是说晶体部长了，他不是女人没有同理心。其实很多女生是很怕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很多女生藏在心里不敢说。哎，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五讨论的 Deepfake 事件吗？对，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性骚扰的举动。然后当初有非常多的受害者是网红嘛，你看他们虽然是网红，其实他们也会很害怕，他们也把这件事情收在心里，然后到现在更多人一起发生了才表明出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阶层，不管是什么性别都好，其实都应该要有同理心。对，不过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哈，性骚扰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常常会觉得受害者都是女性为主，犯罪者都是男性为主，但我们还是要强调绝对不是这么样的一回事。是，虽然刚刚我们可能会聊到一些女性什么，主要可能看到的是挺身而出去做举报的动作可能是女性比较多，但不代表真正的受害者都是女性。那这个概念我们还是要先理清，要告诉大家 OK。 好的，我们现在呢其实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先看一些留言，然后呢就请我们的嘉宾上场咯。先探就说你们这两天都在 studio 了。哎，对，是啊，哎，你很棒耶，你这样看就知道我们两个人都在同一个空间了OK。 翁天后 Hello 你好。然后阿开丽说，今天的课题呢要为受害者发声，犯罪者呢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罪该万死是，我觉得这个犯罪的话呢就必须要惩罚，当然我们也希望不是通过惩罚这件事情来抑制性犯罪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真正的应该是提高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对，那减少真正杜绝这样的情况发生，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要去朝向的方向。 OK。洪波 Hello 你好，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现场直播。我觉得玉哲又写得非常的好，他说从小呢就应该灌输正确的价值观，不管是同性还是不同性之间的部分举动呢会导致对方不舒服，也可以视为性骚扰。对，不管是同性或不同性，不舒服其实就很重要了。而且我觉得那个所谓的界限跟拿捏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我知道有些人有时候在听到我们聊这个话题，他就会讲，哎呦，这样什么都不能开玩笑啊，什么都不能讲什么，哎，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玩笑可以开，但要开得有理，或者是开在一个双方都舒服，因为你都会讲玩笑嘛。就是大家就是哦笑一下都没什么事，不会造成心里不舒服或者觉得被冒犯。我觉得这个度我们要去学习拿捏 OK， 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开玩笑，当然也不表示说什么都不能开玩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都要一起来学习一下 OK。 好的，我想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嘉宾上场咯。我看到我们的嘉宾也已经准备好了，来，我们先请云娟。云娟你好。 Hello 云娟好，我是云娟。好，云娟 hey， 是云云娟刚刚很早就进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直播了。云娟，你刚才听到我们在聊这些新闻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你有在关注吗？其实其实我有在看，
那毕竟我们是性学会嘛，所以很多跟这个性有关的议题呢，我们会特别的敏感。可是我刚刚在一开始一直谈到我进来之前，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进步。换成今天的这一个话题，你放在20年前你谈，很多人觉得哎，你们怎么小题大做？可是聊到今天，你会发现很多人已经觉得说什么，这个性骚扰这件事情是要很认真的去对待。而且我其实在过程里面，我特别欣赏刚刚有一个人在说，不管是同性或者是异性，我觉得这个太棒，证明说我们的性教育是有起了一定的一个作用。可是如果你说我们的性教育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国民真的对于性骚扰这件事情有非常明确的意思吗？其实又好像没有。哦，如果 okay, 我们可以聊聊今天这次事情不会发生的。理解。OK， 好的。Jocelyn 就说呢，如果今天青体部长的女儿被性骚扰的话，试问她会不会以不理不睬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当然，我理解到 Jocelyn 会这么问，也是因为希望部长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亲友身上的一个感受。不过，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事情不好，我们就希望它发生在一些反对或者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其实真正想要达到的是，杜绝这件事情。不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让我们的社会的任何一个性别的人，任何一个年龄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的事情给破坏或者是被伤害。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方向跟目的。OK， 我看到子源就说啊，开玩笑讲有色笑话或以私密话题当作玩笑等等的做法呢，其实是一种相当脆弱的个人道德意识展示哦。他说无论是什么人都好，没有在自身价值大过功夫的话呢，极大可能会因为轻忽他人的生命价值而放下性骚扰的问题。OK， 好的，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念出你们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想法。OK， 好的，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就要开始进入到直播了。我先确定一下，就是盖云娟的麦克风是不是有点声音，对不对？OK， 好的好的，好像有一点点。现在 OK 吗？其实它就是时好，对，它有点时好时坏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啦，还是听得清楚云娟在说什么的。好的，OK， 好，来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按赞留言，然后分享出去。我们接下来呢，就好好的聊一聊关于性骚扰的这个话题。然后当然今天除了云娟有作为我们的嘉宾之外呢，下一段回来呢，我们也会有另外一位律师，就是李素化律师。他也会带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看待哦，就是即将要提呈的这一个，性骚扰的法案哈。我觉得同样的还是回到那句话，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必须要来关注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要。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按赞留言，然后分享出去吧。针对今天的话题，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你的立场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在关注呢？还是你还是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 ？OK， 都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哈。好，我们现在倒数10秒，我们现在就马上要回到节目的直播现场，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出去。欢迎回到下班忙什么。每一次呢，我们在准备下班忙什么的一些话题跟主题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挑选的这些议题啊，都是跟我们每个人相关的。所以呢，真的不要觉得性骚扰跟你无关。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你或者是你的亲友的身上。那我们就一直认同说呢，要杜绝这些不好的事情持续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发生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要提高大家的意识，让大家对这件事情了解更多。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也会邀请两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带我们一起来探讨。没错，所以我们马上就要邀请我们第一位嘉宾呢，我们有的就是马来西亚性学会呢雪隆区的副会长，我们有陈云娟。云娟你好。嗨，大家好。
是，其实刚才呢，云娟在 off air 的时候呢，也有跟我们说，看到呢所有网友的这个评论，他其实感觉蛮欣慰的哈，因为大家呢都展示了非常高的一个意识，在关于性骚扰方面呢，都有很不错的一些见解。相较起这个20多年前哦，真的是差了非常的多。所以先想要请教一下云娟哦，近期发生的这几起事件，其实你看到网上的一些讨论啊，还有我们的网友的讨论啊，你认为国内对于性骚扰课题的讨论关注度有没有提高了呢？当然，如果我们是从这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意识上它确实是有提高的。可是我们也要换一个角度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意识它是真的是提高，还是说我们对某一些人的言论或者是某一些的行为觉得有气愤，所以因为一个气愤而特别的去攻击，或者是说去唱反调。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真的是去理清到底我们的国民对性骚扰这件事情有没有真正的在意识的部分里面它是提升的，还是说它其实并没有，是人云亦云。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不能够随着说一些言论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评论，说它是不是已经有被提高。当然如果我们比较过去的这个数据的话，现在的人当然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学习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知道说什么事情是对的和不对的。可是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的一个部分是，其实我们都觉得性骚扰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听到性骚扰这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带来的就是不好的一个字眼。但是你有没有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性骚扰？那你自己本身不管你是男的或者是女的，你会不会对别人也做了一些性骚扰里面的一些行为言语呢？有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范围是什么，所以我会觉得我们每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要去认识和学习什么叫做性骚扰这一个东西，我们真的是要很正确的去理解，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什么是我们可以说的可以做的，什么东西是叫做尊重。我想这个部分是在教育的部分里面是可以提升的。当然呢，我理解到云娟说的这个前提，确实每个人呢对于这一点的感受跟界限的设定其实是不一样的哈。像是有些人说这个性骚扰呢应该就是建立在这个受害者感觉不舒服跟受到侵犯这样的一个前提，但是怎么样叫做受到侵犯呢？可能对于那个做出某些动作或者是说出某些话的人来说，他觉得我只是开玩笑这么叫敏感的啊。但是听这些话或被这些动作可能就是碰到还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就觉得说没有，你不是开玩笑，你已经是侵犯我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辨别这之间的一个差别呢？这个绝对是一个好问题哈，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一个部分里面没有办法去拿捏清楚我是不是被性骚扰。例如说你听到某人在用一些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字眼来跟你做一些称赞，或者是跟你做一些对话，那这一个你可能内心里面觉得不舒服，可是你不确定他是不是性骚扰了我。那我如果做出一些反应，会不会是我 是小题大做了？所以我们怎么去界限呢？其实在法律里面呢，也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界限，他只是告诉我们说性骚扰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只要对我们在性或者是在这个性别的这一个行为举止，或者是说你没有在你同意底下，别人对你在言语上视觉上感觉上对你所说的话让你感觉到被冒犯，让你感觉到不自在，让你感觉到很羞耻，让你感觉到很讨厌的感觉，它都可以被称为是性骚扰。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拿捏你讲哪一句话你就是性骚扰，因为它的主要就是对方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当然这个对方他是包括男人或者是女人，他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一个里面呢，我想说的一个部分是，我们一定要先自己理清我们有没有感觉不舒服。那这个理清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需要性教育，让我们去知道什么字眼我觉得是被冒犯的。当然我们可以很直接告诉他说，诶，你刚刚说的这些话让我不舒服，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可是这一个人他还是一而再的用这样的调调，用这样的语言去对你做这样的对话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在性骚扰了。因为我们已经有表达很清楚，对于你说的这一些字眼我不舒服，可是你还坚持的话，那其实你会是会被告的。当然像我们大家说的，诶，黄色笑话，诶，这个好像是在很多朋友圈子里面都会出现的。那不要小看哦，黄色笑话可能也会让你被告，因为对方觉得你冒犯了他，所以这个也是性骚扰。千万不要局限在于性骚扰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巴士车站，我们在巴士车里面人挤人的时候你被碰到，不只是那样，只是在语言上，眼睛用一些色色的眼光看你某一些敏感的部位，它也叫做性骚扰。嗯，我相信呢，我们都非常赞成云娟所说的哈，性教育在这一块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如何的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过后尊重他人呢，这我觉得蛮重要的。那其实这个课题呢，其实今年我觉得都算是一个非常hot 的一个 topic， 因为从之前的阿印的事件，中学生阿印的事件，到现在媒体的关注啊，然后还有潘德雷拉体坛上面的一些爆料啊，到职场上啊，所以想要请教云娟的就是，其实国内社会啊，或者是政府单位等等呢，对于民众免于性骚扰的保护措施，你认为足够吗？当然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待会由我们的律师的部分再补充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站在是社会的角度，一个公民的角度的话，我很坦白说是不够的。我觉得它不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某一些政策它需要做一些改变的话，它最重要是要得到什么？它最重要是要得到最高领导者的一个认同。所有的东西从最高处里面去认同，然后去执行，然后去推广的话，那我们的平民其实都是在所谓的我们叫这个叫做媒体的教育，或者是教育上的一个教育。那这一个是从上往下的话，那这一个东西的推行它就会非常有力，非常的清楚，而且不会有模糊和这个灰白的这个地带。可是如果这个部分里面还没有得到一个共同的认同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就会起很多的这个争执，然后这一个的证明。可是我想说，今天我们走到来今天的这一个状态哈，我们的背后是牺牲了多少人，牺牲了多少人的这一些立案，才有今天稍微比较让大家去看重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只想说每个人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每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性别，你都应该拥有被尊重的权利，你不应该是被别人剥削你的这一个存在的权利，你也不应该因为你是什么性别或者是你是什么种族，然后你被别人被标签成为说你不需要被过度的关注。所以在这一个的部分，我真的很希望说，在我们的这个不管在法律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的体裁上面，它有更多对我们人民有更好的这个尊重的权利，那就不会有所谓的是不是要立一个性骚扰的这个立案了，因为根本不会可能会出现，所以它根本不会存在。那今天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个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
是，当然我理解到很多人就认为说，哎，社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立法啊，我们就让执法单位去办事啊。可是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根治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在媒体的平台上去聊这个话题，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希望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进而从自己的一些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其实刚刚云娟说到一个东西，我自己感触很深哦，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对于性骚扰的整个关注度还有整个进步，是因为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告诉了我们他受害的一个过程，然后推动了整个社会在进步。但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进步是需要建立在这些受害者的损害跟难过的这些经历上，那这是一个健康的推进吗？这是一个健康的进程吗？必然不是的。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听到这一期的节目，都能够好好的去反思，不管你现在是男性女性，你是哪个年龄层，都可以来想一想，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关注性骚扰这件事情哦。那这一段呢，非常感谢云娟，就是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希望呢对你的一些理解啊，对性骚扰这一块呢有一定的了解。那当然也要请你持续的留守在 CityCast。下段回来呢，我们将会邀请另外一位嘉宾，我们有李苏化律师来跟我们从法律的角度聊聊这件事情，不要走开。关于亮说啊，刚才老师的这句话非常认同，应该就是佩玲刚才讲的那个结尾吧。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都有一点心里酸酸的感觉哦。我们都不希望以后我们的这个性骚扰的或者性教育的推进呢，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面哈。所以我们要持续的跟大家一起在做沟通交流。好的，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留言吗？OK。应该都还好，就差不多。Justin 就说呢，他认为现今社会对性骚扰真的就是太猖狂、太西方、太释放。他讲，无论是行为或者是道德上的一个言语上的道德观都是渐渐下降吧。所以我们希望在媒体这一块，我们可以多加讨论，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建立一个原则跟立场，然后呢，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多加交流啊。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啊，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收听跟交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先非常感谢云娟咯，谢谢云娟的时间，谢谢云娟，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好啦，我就下线啦，给拜拜，好，拜拜，拜拜。非常鼓励大家呢，可以去找性学会的一些资讯来看哦，因为之前我们有请教过一位嘉宾，他是性学会的法律顾问，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访谈是非常有趣的，等一下我们再贴在留言底下给大家来看看。我们马上呢也要连线我们的下一位律师了。OK， 好的，等一下我请小编帮我们把那个找出来贴在下面哦。等一下啊，好，我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留言。所以欢迎呢你把你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你针对这最近大家在讨论关于性骚扰这件事情呢，你的一个看法都可以留言在底下告诉我们。我觉得我们要用 loudspeaker。OK， 因为我们这个 button 它只可以在对，它只能对，所以我们只能用那个。好，大家先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现在有1分40秒进入到节目的直播。可是我可能要用你的，对，可是我可能要用手机，因为我手机没电了。可以，我把它放这边。他可以用他打电话的，还是要用 WhatsApp 那一个？我觉得打电话比较稳定一些吧。3321八。好的 ，OK， 好，大家等等一下哦，我们现在有1分钟就要进入直播了，我们先联系一下我们的嘉宾哈 ，OK。律师你好，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连线喽，好的，好，稍等我一下，我放 OK， 好，你可以先，律师你好。你好，是的，好，我们先请我们线上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呢，就是测试一下，就是有没有听到我们李苏化律师的声音。李律师你可以再说说话哦。
哎，是啊，我在讲话这，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律师非常清楚。OK， 很好，是的。那律师，我们现在呢，大概还有20秒就会进入到节目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呢，就是可以继续的来留言互动一下哈。我们等一下呢，看看大家有什么一些想法，我们呢都会跟我们的这一些嘉宾呢来做更多的交流沟通。好，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直播喽，来赶快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出去。欢迎回到下班忙什么，你好，我是佩玲。你好，我是舒命。是的，今天呢我们来聊关于性骚扰的这一个话题呢，相信其实很多的朋友对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感到陌生，但是呢对于这个话题延伸出来的一些讨论啊，后续的分享跟交流等等，其实我们发现关于这一块，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开诚布公，用一种很开放开明的姿态来进行讨论的话，那可能在这一块的意识我们是没有办法进步的。那上一段邀请到的就是性学会的负责人，我们有云娟来聊嘛，这一段我们就换个角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进一步的探讨。没错，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长期在关注这个女性议题的，我们有李苏化律师。律师你好。哎，两位主持人好。是，其实我们看到啊，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主席呢就认为说，现行的法律跟条规已经足以应对所谓的性骚扰的问题哦，所以呢所谓的反性骚扰法案，他认为诶没有这一个必要啊。那雇联会就表示说，他们也有关注法案成立性骚扰投诉的特别仲裁庭，他们认为可能就绕过了公司内部程序，会严重破坏工业的和谐。所以想要先请教李律师，你认同雇联会的这个说法吗？现在这个法案本身呢，就是它正式的内容我们还不了解。那我想呢，就说如果说他的这个仲裁庭呢，设立这个仲裁庭呢，就是也没有说这个什么这个内部的这个调查没有停止的话，我觉得这是 OK 的。就等于说，就好比就是我们同样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是被无理解雇了，那在公司里面被无理解雇了，雇主本身是不能够无缘无故的去解雇一名职员，除非证明这个职员有不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所需要他们做的东西所以说里面会有一个 special 的，就我们讲 inquiry， 就等于说是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单位就是给他们一个公平的一个听审会。同样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情况应该也是这样。那么我就讲，就1999年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什么这个性骚扰指南，就是每一间公司大的公司都要成立，如果说有雇员投诉性骚扰的话，那么这间公司本身呢它应该要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确定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同样的，我觉得这个性骚扰的应该它的操作也是一样，那么公司本身应该继续还是有这个听证会的。那么呢，这个当然就是听证会如果说那个结果可能不是这个受害者所觉得是满意的，那么他可以提到去这个特别仲裁庭，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是就是我这边要讲一讲哦，这个性骚扰本身在性犯罪案件里面是属于最轻微的一种。我们知道最严重的是比如说强奸，那么强奸下来就是非礼。那么非礼的话呢，接下来就是那个什么，接下来就509的，就是那种有点像是一点性骚扰的那种情况，在还没有性骚扰的这个正常性骚扰的情况之前，我们是用509的这个就是这个Penal Code 是刑事法典，第509，376是376是这个强奸，355是非礼，509是比较轻的哦。比较轻的，比如说用那种不好的那种色迷迷的眼睛啊，或者是一个拥抱了什么之类的，以前是用509了这个 Pinnacle， 现在当然就是我们延伸到这个雇佣法令里面
从2012年的雇佣法令修正了之后呢，就是雇主本身呢，就是一定要，如果说接到就是有雇员投诉受到性骚扰的话，那雇主就有责任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是确定有的话，那么应该给怎么样的惩罚，那这属于就是公司里面内部的问题了哈。嗯，我相信雇联会他是怕等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公司都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等一下有个特别仲裁庭，是不是说公司的就不用去弄了，那么直接就去这个仲裁庭那边去了，就变成就是会伤害到那个和谐。嗯，我觉得我觉得不会，如果说公司内部的那个调查还是继续有的话，那是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反而呢，能够给受害者呢，就是进一步的继续去申诉了，而去去投诉了。如果公司里面他得不到，因为有时候公司里面可能是有些雇主随手遮天啊，那么雇员等一个有苦无处诉的时候怎么办？那还有一个仲裁庭可以给他们去依靠啊，去依赖啊，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啊。那么大家知道呢，就当然就是一发生这个性骚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就是刚才大家都已经谈过这个事情。其实性骚扰本身呢，最终是受害者本身的感觉是怎么样？受害者本身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些言语上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些举止呢，对某些人是没事，但是对一些人有事。那么这个人本身这个受害者本身也没有告诉加害者说，哎，我不行，你这样的做法我不能够接受。那么他基本上他要把它讲出来的。他不能够自静静的就是完全就不当就是自己静静的在那边忍受，不是这样的。他一定要跟家人说，你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你用色眯眯的眼光来看我，那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告诉你，你这样的一种眼光我很不舒服啊，你最好不要再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了。就等于说自己本身呢，就是应该要有发声，就是自己本身一定要抗议的，一定要告诉对方说，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再做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再继续的话，那个就是性骚扰了。就等于说我告诉你不行，你还是这样的话，性骚扰了。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当然就是受害者本身一方面他可以跟这个资方投诉，跟雇主投诉，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报个案件的，因为警方会根据他所讲述的一切，他们做出开一个档案调查的。所以说不止警方看看是不是有刑事罪名，构成一个刑事罪名。如果说没有严重到这个刑事罪名到509，就是我们的刑事法典第509那个条文的话，那么本身可能会不会就是在这个什么在公司里面有这样的投诉，那么雇主本身就要展开调查。是不是这个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诉站不站得住脚。所以说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你觉得不舒服了，你没有告诉对方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子来对待我，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如果当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话，这个就是性骚扰了。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性犯罪的这个法律呢是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边一个法律，那边一个法律，本身的是 everywhere， 你看到到处这边一点点，那边一点点。其实很多先进国家的法律已经把它全部浓缩在一起了。性犯罪的案件里面，比如说我们说英国吧，英国本身它的你看单单就是它一个是 Sexual Offences Act， 就等于说是性犯罪的法律，这里面有百多个条文。这里面呢，就从轻的到重的全部都有，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性犯罪的这个什么，这些法律其实很多都已经过时了的。就好比就是强奸这个强奸罪，如果是根据我们的刑事法典，受害者一定是女人的，男人就肯定不是。对啊，因为他本身，比如说375那边条文那边就已经注明什么叫做强奸。强奸就是一个男性就是在这个女性不同意的情况底下，
就是很把自己本身的生殖器官就是刺入女性的生殖器官里面，就所以说就肯定就这个受害者肯定是女人了，所以说变成这男人永远都不会是强奸的受害者。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已经过时了，我们觉得就是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很多那些很多这些这性犯罪古古怪怪怎么样的情况都有，嗯，所以说已经不是男的女的问题了，所以说他已经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就是一些人他已经不用生殖器官了，他可以用别的一些器具，嗯，那么这个受害者他的强奸不是一个真正的就像我们所几十年前所讲的definition 就是强奸是怎么样，怎么叫强奸，所以说呢就是很多已经过时了，嗯，世界上我们其实很多这个法律应该要重新再看过，嗯，然后再重新再来认识我们现代社会的犯罪的这个什么犯罪这个案件，嗯，还有呢就是包括这个性骚扰，嗯，这个性骚扰本身你看就是性骚扰呢就是唯一的就是这个性犯罪案件里面只有不分性别的只有性骚扰这个案件而已，嗯，所以说呢就你会看到呢就是我们的法律其实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了，嗯，理解是全部我们讲集合在一个法律里面，嗯，这样是一目了然的，嗯，不会说这边设一点点，嗯，那边又设一点点，那边又去雇佣法律，那边又去刑事法典，那边又去那个什么那工业协调法律，那边又去那雇佣法律，你会看到你会很累啊，嗯，理解理解理解，是的，是法律啊，是，对吗，嗯，所以说就是真正来讲性骚扰的这个现在我们女性已经越来越多投入这个市场了，嗯，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呢就是女性往往就是性骚扰的受害者了，嗯，大部分的受害者这里，嗯，我们不否定也有男性是受害者，当然就是现在就跨性别人有男的也是受害者女的也是受害者，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的是大部分都是女性，是因为比较弱势，嗯，那么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是觉得就是你要保持一个职场的和谐，那么有这个你在这个职场里面就有这个性骚扰的这个什么这个投诉的一个机制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女性加入这个职场的话会更加就是会让他们更有信心了，加入这个职场了，哦，嗯嗯，就是我其实对这个什么这个法律的这个了解了，理解，非常感谢李律师呢，就是通过非常精细的这个方式表述的方式来带我们来关注从法律的议题看性骚扰这件事情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想要关注呢即将要提成的这一个反性骚扰的法案，嗯，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法律的执法还有立法上呢确实是有所不足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呢这一份即将提成的性骚扰的法案呢是可以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缺陷，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期节目的分享呢能够让你对这个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今天呢真的就是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参与话题讨论，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带我们来了解更多，非常感谢云娟，也谢谢李律师。 OK， 李律师，我们电台的直播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呢是脸书那边呢我们再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请教一下。所以李律师，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刚才你说了嘛，你认为性骚扰法案接下来如果要设定性骚扰法案的话，你也给予了一些意见，包括了整合其他的性骚扰法案，然后还有包括刚才你所说的里面可能关于一些性骚扰或者是性侵的定义呢也要重新再思考，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李律师，你会建议我们或者是建议民众哦，在接下来里面呢我们要如何的关注年底要提成这个性骚扰法案呢？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期待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呢？我觉得可以就是先了解那个法，因为这个法案本身它内容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它会有设立一个特别的这个什么这个仲裁庭来评这个性骚扰的案件，嗯，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说要教育大家关注这方面的情况的话，当然就是可能就是
大家就把这个什么，就把这个事情就通过这个social media 这边大就是大肆的去宣传，让大家更了解什么叫做性骚扰。那么他们的如果是受到性骚扰之后，应该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嗯，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什么宣传还是很重要了，才能够通过宣传来教育群众了。嗯嗯嗯，理解。OK， 非常感谢律师的意见。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有所收获。那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呢就是可以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频道呢去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七点钟会播出的这个 podcast 节目哈，就是取名为疫情后的行销来到了第二集。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呢其实在疫情当中成功转型的这个故事。那今天邀请到的除了有一位企业教练也就是 Lek Hong，我们也会邀请到呢这个保健行业的老板Dennis， 他是来自这个 Danai Wellness。 那当然呢在这里我们其实也有100份的这一个优惠配套，免费的体检，还有呢就是免费的这一个健康护理的礼券要送给你的，所以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留意我们等下的这个视频的直播，也可以留意呢我们在 FM106 电台播出的这个部分哈。嗯，那我们的小编也把这个链接放在了我们的留言区，关于性骚扰的议题的一些延伸的讨论，欢迎大家都去收听。没错，所以今天呢非常感谢素化律师的分享。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大家要继续的留守在 CD Plus 哦，我们明天同样时间跟大家继续聊一些重要的课题。明天我们聊的是财案特备，哎，对，没错，然后是公共医疗部分的 OK， 所以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大家拜拜，晚安。数据显示，单单在行管令 1.0 和 2.0 期间，倒闭的发廊和餐馆目前就有 30% 和 18%。 While we were serving the food, we discovered that many other owners have actually raised their flag and they came forward to request food from us. 我们要做工，我们要经济好起来，我们没有钱了， we got no more money to stand anymore, OK? Please!Everyone is dying. Kita mahu memacu keluarga Malaysia ke arah negara maju dan berpendapatan tinggi. Namun, pencapaian ini tidak bermakna jika masih ada yang terpinggir daripada arus pembangunan. Sedangkan ni saat-saat yang akhir, walaupun PKP, walaupun SOP yang ketat, kita masih lagi berniaga dengan keadaan tengoklah dengan pagar macam ni. Tapi kerajaan buat kita macam ni, tak kesian kepada kita ni semua.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宣布，从明天10月11号开始，全国同步开放跨州。We see that even with reinfection, the vaccines are proving to be effective. 随着更多的经济领域获准开放，我国经济呢是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预计到明年2022年将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东部加路指出，来临财案着重复苏、加强经济韧性以及促进改革。